家，今天我要来帮 Gucci 做一个打地鼠。反正就现在都关在家里很无聊，所以我就想到这一个。然后我之前有看到别人有拍过，就在 Instagram 上面看到的，我会用纸箱，然后在上面挖几个洞，然后等一下会拿那个热狗，所以这样 Gucci 会比较有兴趣。对，那我们就开始做吧。所以我现在要把这个边边都剪掉。你怎么画那么丑？你确定要一直呛我 ？A few moments later， 这是我刚煎好的热狗，然后也吸好油了。热狗不会全部都给他，所以请大家放心。不许哦哦！这个洞还不是最小的，这个洞，好像就只是有着好玩了。没有了，不。